赔了81会谢钱12年，到头来被一脚踢开。32岁 Coco 生活大变样。说起谢贤，大家应该不怎么陌生吧？老一点的网友知道他是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当红小生，风流倜傥迷倒万千少女。年轻一些的网友则是认识他的儿子谢霆锋。作为痞帅界的扛把子人物，谢霆锋既是演员也是歌手，当年也是红遍大江南北，只不过后来沉溺与家庭的欢乐之中，如今兼职了厨子，最大的收获就是和王菲的旧情复燃了吧。说起谢贤，可谓是风流本性，是娱乐圈著名的花花公子，年轻时自不必说，在迎娶迪波拉之前便已经有过一段婚姻，后来婚后和迪波拉一拍即合，两人不甘寂寞，随后和平分手，恢复单身之后，迪波拉嫁给了疼爱自己的老公，而且贤就是老当益壮，找了个比自己小49岁的女友，真是厉害了。说起谢贤的女友 Coco， 别看年纪比谢霆锋还要小，但是饱经沧桑，遭遇感情挫折，在酒吧遭遇成熟稳重的谢贤，两人随即坠入爱情的河流之中。而 Coco 对于谢贤的爱情无疑是纯净的，陪伴12年，即使没有名分依旧不离不弃，而谢贤也是十分疼爱，直言两人不要孩子是不想耽误女友。不过此前传出两份拜拜的消息，真是令人唏嘘啊。Coco 用12年的花样年华，却还是没能挽回谢贤，而谢贤更是没有分给他一个浅子儿。和谢贤分手之后的 Coco 先少出现在公众面前，不过生活也是十分潇洒啊，但是十分孤单。才32岁的 Coco 可以说是大好年华，希望他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吧。